戏都看得完整场，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？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外向，不擅长眉目表达，总在盼望，总在失望，日子还不都这样，俗的无味，雅的轻狂，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。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，雅俗共赏，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，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快写一首情歌，雅俗共赏，打完字谜还要写着大榜，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报，请你居然点了些孤芳自赏。中枪中将，感觉